我现在念出了这些名字：星期三3点，补课，Peter Chan，就不能写这种名字啊？我的妈！你老公今天没跟你来？他在忙，最近比较少见他跟你一起来，我叫你早点回来了。明明知道我今天熬夜累。洗澡。 其他人呢？好掉了。你下午还补课吗？嗯。你父母呢？我 parents 不在，他们经常出国。这样。吃完，你懂得从这里回家吗？ 校长，你找我。Can you please tell me what's going on here?